好，谈完了联发科之后，紧接带你来关心的是，在今天圣诞节已经有了一个圣诞红的行情了，马上就要封关了，下个礼拜没有几天交易了，所以到底我们应不应该抱着股票封关呢？还是在这个时候应该找高点卖股票呢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内资当家的情况，在今天动的是航运股和洪家军，台股在今天涨了51点，收在14331点，三大法人同步站在买方，敲进了69.55亿的买超。台股在今天给了一个耶诞红，下周的行情如何呢？我们先来投票。今天有了耶诞红之后，下周的行情会有封关行情吗？请举牌。好，认为下周行情不错的给个圈。好，认为这一排会有封关行情有3票，这边有1票，哇，全员通过会有封关行情啊。所以来，老师，为什么你认为会有封关行情？因为现在钱真的是满出来了哈。怎么说呢？满到连央行都要出来跟你讲喽。现在有3个重要指标利多，哎，这央行说的，你很少看到央行会讲这种话。什么指标？第一个告诉你 ，N1B 是什么？短期的货币供给的指标，成人振率10年半以来的新高。好，第二个告诉你，证券账户的资金历史新高。哇，你想这些行情都在告诉你说钱挣的太多，再加上一个活期存款也是历史新高。哎，这些都是什么？我们刚说什么？N1B 活期存款、证券账户划拨存款都是创新高，那不就都是短期资金？资金当然就到市场来了嘛。所以你看到钱太多了啦，对，钱到太多了嘛。尤其你看到这边 N1B 是代表什么？是一个定存的资金。结果你看到 N1B 冲这么多 ，N2 是也有在增加，可是都跑到活期这边来。大家也知道，因为定存不理性嘛，那钱当然就到活存，而且更重要的是。10年半的新高哎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尤其证券户的证券划拨存款居然是历史新高，这么多热钱，而且当下你说市场有什么重大的利空吗？也没有。你真的要说就是踢熊追嘛，可涨太多不是理由嘛，所以我觉得疫情啊，疫情高峰过了这么多波，有回档一两天啊，不就又上来了？所以除非你有更重大的事情，在没有这个前提之下，我觉得都还有机会。好了，钟林呢？基本上这个盘圈嘛，就是整理盘。但是我说的整理盘是你指数跟个股你要分开来看哦，你不要把它和在一起。其实指数它就是整理来整理去，那整理来整理去，为什么它现在会变整理？是不是那个劳退避案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劳退避案问题，这个压力锅到底拿开了没有？从之前的那个巴德路被搜索，到后来的 7-11 这个投信被搜索，昨天最新是什么？昨天最新就是鸟头牌的被搜索嘛。我们会不会有事情不知道，但是如果说假设有事情的话，最简单就是什么，换基金经理人，然后呢把那个他们的部位全部出掉，那全部出掉，但是风暴有可能扩大啊，风对有可能扩大，所以鸟头牌万一下个礼拜虎头牌啊狼头牌那怎么办？不会，只有一个鸟头牌没有虎头牌，但是我要说的就是，但是这些经理人基本上从富华到统一到群益，对，不知道这个风暴会有多大，对，也就是这是一个压力锅的问题，但是这个压力锅它有没有让这个盘往下掉？没有，其实在这个区间里面整理来整理去的时候，有3次逼近14000哦，14000，它就启动什么技术性止跌，也就是说什么？那时候你会发觉那个台积电就开始尿了尿了尿了的造起来，所以如果说你就指数来讲，台湾是加权股价指数，外资现在要放假，如果说外资没有回来，没有推这些大型股的话，它就是这么横盘。但横盘归横盘，你有没有发觉最近的那个股票3不5时就会有股票创新高嘛？不管是电子的还是传染的都有创新高嘛？那我这边有写一个就是内资主导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纺织股。纺织股最近很强，对不对？是。当然，纺织股最近很强，市场上一定会给那个理由啊，比如说什么那个巨石加工市场啊。但是就内行来看，纺织股它只有一条街的问题而已啦。什么街？那迪化街啊，它是一个街的问题而已嘛。所以如果说这个啊，迪化街就是内资金主主力这边嘛。所以如果说这些股票有在动的话，有在动的话，代表什么？代表说这个行情整理，对于内资来说，他认为整理就是安全的。所以他敢把资金拿进来嘛。啊，拿进来的话就是。那如果是一条街的问题，如果是迪化街的问题，我们就比较担心这是主力股，哎，主力股就比较投机，风险也比较高。比较高的话，那么下个礼拜如果高点要不要跑呢？所以我们也来问。刚刚既然钟林谈到一条街，为了等博欢乐了，好，我们来问一下，下周呢如果有高点，传产要不要跑呢？还是续报？认为可以续报的给圈，认为要跑的给叉。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选择。好，我们看到商智和钟林认为还是抱着，宪哥认为要跑。
老师是看标的，如果你有基本面有题材的，我觉得都可以续报。可是有些真的是乱涨的，我觉得建议就要跑了。来，宪哥，有一些最近那个电视台每天在吹捧的哈，差不多了啦。坦白讲，全世界拢知影，反正也无货贵啊。你都讲也是无货贵啊啦，管你要寄货无啦，你都卖寄货就好啊。我都已经无货贵啊，无我我都成长。所以你是在暗示航运股要卖吗？当然啦、啊，都根本都无货贵啊，无你是要安怎我船敢第几间做会出来？无就是无，所以很多东西我来讲，迄即卖拢是你风声蹦影，迄拢是啥？交锋滚头皮，迄种拢爱走。哦，迄种爱走来。钟林认为可以抱着，理由是什么？理由基本上，我们刚是不是讲到那个？底化界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底化界的部分，那其实就我过去的经验，是我们看到今天航运股并不强，对，纺织还亮了三个灯，然后那个钢铁高新长亮灯，食品股表现也不错。我们先，所以在今天都是内资的股票在动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先补充一下这个，先把它讲完，就是这些，比如说底化界他们做什么？做过年前嘛。啊，过年前啊过年，你指的是农历年？对，农历年，他不是做农历年过年，所以啊，起码给你的国历都要被结束过来。要不要搞？我的看法还没到。要不要搞？对哦。那我们先看这个货柜的部分。当然，宪哥讲那个东西有可能哦，有可能，我不能说没有可能。但是现在市场上的想，你买还搞做啦，你的功力看法的好啊，干嘛不要紧啊？但市场上想象空间正盛，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啊？我们看下一张。好，你看哦，第三季长荣、阳明、望海公布的获利基本上是这样子哦，1.7、1.04、0.81。但是那个时候的货柜运价指数在多少？在1182。我已经查了今天的。我们刚给的资料是2412，今天最新的是26多，也就是说什么？它已经涨倍数了、那如果涨倍数，运价指数一直在涨，对，运价指数在涨，已经涨倍数了。那如果说倍数的话，我们就假设好了啦，假设都不要成长，就直接给它乘以四，明年的获利应该是这样子，没错吧？6.8、4.1、3.24吧。现在股价是这样子，33、23、48。所以如果说你就这样的话，你有没有发觉这本益比是有点低耶、欸？那既然有点低的话，像最近阳，那今天阳明认为可以抱着的原因，对，是还可以抱着的。那就还可以抱着的话，那最近是不是有一些那个什么，那英国脱，对不对？英国要脱，是不是先提的买了很多货品，都堆在港口，光运完要一年的、啊，所以这个运价在明年年中间是不会下来的。好，这是航运你认为可以续报的原因，那其他的呢？其他的，来我们看下一张。我们之前来讲股票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讲一个选股逻辑？嗯，那些选股逻辑，我们讲的是天域跟伟权店，我们讲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买卖加速差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是来讨拍的，不是讨拍，我们已经不是讲这两只股票了。真的吗？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给你拍拍手一下。你在哪里买？这60几块啊。对啊，那时候在哪里推荐吗？就这一根了，就以这一根以这个地方来讲好了，现在都已经破百了。那这个地方都已经快50了。好，所以。天域呢，那时候是60几块，然后伟权电是50，那时候是40啊，现在已经快50啊，现在快50。对，但是我们要讲的不是说这股票还可以买，而是它的选股逻辑怎么出来的。我们是讲买卖交叉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一下下一张。你明明就是想让我给你拍拍手。下一张，同样的逻辑找股票，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一条街的问题，你看这个。六块都在想买卖加速差，全部都是负的，所以五郎 DM 应该是有大人在。对，来看下一张。这是吉盛，然后再看一下泰山，黄豆基本上那个契约一直在涨的话，那一样嘛。泰山，买卖交叉都负的，大户比都正的，所以这个压回来基本上是可以留一个。所以同一个逻辑，有大户有大人就有机会涨嘛。对，然后如果说观众朋友不喜欢传产股的话，好，那电子股一样有、哦，电子股3704的核心控一样，你看这个部分，大户持股比往上升，大户持股。往上升，而且是后面是用跳的，买卖加速差也是负的。然后呢，现行基本上要多头，所以像这种股票基本上要什么，就是五郎。所以同一个逻辑，天域60块推荐，现在超过100了。对，伟权电40块推荐，现在超过50了。嗯，那同一个逻辑，你认为泰山可以买？对，同一个逻辑，你认为核情控也可以买？对，没错。好，就是这样。电子传产都有买的个股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们还是回来看电子啊，因为刚刚宪哥传产给的差，来电子股里头呢。到底什么的个股有机会呢？在今天比较强的是鸿家军和面板。对，那我们来看鸿海。那鸿海，我想很多人都知道，我只要讲到鸿海，一定是说不能买，不能买，对不对？對啊、那今天会跟各位报告可以买的。来，可以我们来看它的 K 线图。那今天是跳空，这是跳空。鸿海这种大股要跳空很难的，它是大象哎，
大象要跳空，不是简单呐，对不？你跳看嘛，跳回去呀。他今天跳空出去，这为什么？因为他最近公布一个东西出来，这个东西未来想象空间太大了，叫做电动车开放式平台。他学的是什么？学的是刚刚讲的莲花科。来，阿欢，以前哦，在很久以前，你如我们要做手机那个二 G 的有没有？是，一支差不多台币2000多块那个，阿妈果都可以做。你只要买莲花科的它的手机模组$100，然后装上去，电池装上去就可以用了。就像我第一次我初二的时候，我做那个电风扇，我也是花10块钱买，然后整个做的电风扇了呢。啊，它未来的概念就这样，电动车模组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部分来讲，未来会给它的股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。我们来看外资的买卖超，那外资买卖超哇下下给我开始这两天真正不是占到要少，1、2、3、4、5撸背撸追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档股票，但是它大牛，你不要急，可以慢慢的买。再来，我们来看面板哈，面板我们来看友达，那友达跟这个。这两只面板来讲，现在它是什么？跟群创。哎，跟群创，但我已经没回啊。阿冠，你怎么要听无啊？哎，就等3个月，意思啥？已经饱嘛。啊，饱以后就是等啊等涨价呢，那无涨价的无什么内容啊。所以我觉得面板再上去就要看这个头，它能不能真突破还是假突破。所以在这个头的附近还是要小心一下。所以友达的16.5是关盘的重点。